gerade dafür, wie hilfst du das? Nein. Bjarte. Du kommer fan med min historie hver dag. Jeg skal fortelle dere alt. Mormor, de har advokaten som jeg fortalte deg. Fru Evensen, tusen av norske barn fikk livene sine ødelagt, bare fordi de hadde tysk far. Og ikke en skje snakker om det. Hvorfor interesserer du deg for dette? Det er så lenge siden. Han bestiller den norske regjeringen for retten. Jeg vet ikke om sie immer noch Schlömer heißt. Og wenn sie schon tot ist? In dem Fall wäre das Problem gelöst. Ja, Myrdal. Det er meg. Har det skjedd noe? Jeg må bli en dag lenger. Hvorfor det? Er det noe galt? Jo, derfor du aldri snakket om tiden på barnehjemmet, fordi du aldri var der. Frau Myrdal? Was führt Sie nach Deutschland? Guten Abend. Hvorfor forteller du meg hva det er? Har du truffet en annen? During the occupation of Norway by Nazi Germany, many German soldiers and Norwegian women had relationships.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your escape? I can't remember. How could you possibly have forgotten this? Mamma, det kommer en advokat hit, og du lyver for ham. I have a copy, and you say you can't remember. I don't understand why this question is so important. Probier dich mal. Ich werde nicht zulassen, dass du mein Leben zerstörst. Faen, jeg ser jo at det er noe. Jeg kan ikke fortelle det, Penny. Det er bare løgn! Hvor holder det? Jeg skjønner ikke hvordan du har holdt det, Katrine. Ved hjelp av din kjærlighet.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代表德国角逐今年奥斯卡外语片的《替身风暴》本周上映。今天很荣幸，我们邀请到影评人膝关节来到现场，我们分享。膝关节好，凯英好，大家好。《替身风暴》是今年代表德国角逐奥斯卡外语片的，就是影片哦，就是到最后也是九强之一的外片。那膝关节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电影本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好，我们先讲一下奥斯卡的一个评选过程哈，其实就是各国的都会派出一部外语片代表，然后他们会经过第一轮的讨论筛选完之后会有13强，然后再筛变成九强，最后才会是5强。对，所以其实你可以到9强就已经是蛮厉害的，但已经算是进到决选的一个过程了哈。嗯，所以其实我觉得第一个你刚才问我说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我觉得二战是大概是德国电影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议题，而且你可以看到他在这个整个二战期间里面，德国做了很多可能在我们认为都是一些很不道德的事情。对，那这个片讲的就是他们在二战期间呢，他们为了想要让自己的民族更加的强壮，未来的优生学可以更好，所以这个片讲的就是当年二战期间呢，他们德军去占领了挪威的时候，去挑选了一些外形比较好的女性，所谓就是维京血统，嗯，对，就是进行下一代的生育，可以让他们生出下一代是比较好的基因，嗯，所以这片讲就是当年就是因为德国做这件事情，所以害很多挪威的这些少女们，他们可能一辈子就被毁了，嗯，然后这些生下来的小孩子呢？他们也会面临到一个很强大的社会压力。当年如果还是在纳粹的权力掌控之下，这些小孩子过得还不错。可是后来纳粹输了，大家都知道。嗯，那你这些为了纳粹的政治目的所诞生的小孩子呢？他瞬间就成为了一个社会的问题。嗯，所以这片是一个你过去看到德国拍二战类似这样作品里面，你看不太到这样的一个作品，所以他的一个本事是这样子的一个节奏。嗯，刚刚就是膝关节讲到这个，就是有关于优生的这个计划，其实叫做生命之源呢。对，就导演说他为了拍这部片，他访问了很多生命之源的受害者，那甚至也有访问了就是
德国当东德当时候的特务，所以其实这部片导演下了很多的心血下去。就是膝关节，可不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就是这部片其实他卡斯阵容也很坚强嘛，可不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卡斯的部分？哦，卡斯主要饰演就是我们讲替身，我们把既然有替身，就是表示这个人是一人分饰两角。两角，嗯。所以就是 Lillian Koller 这个角色，他算是在德国蛮多影后的一个资深影星哦。那其他的欧洲演员可能我们比较没有到那么的熟悉，对，但都是德国他们当地是蛮有名的演员。那我们回到生命之权这个议题好了，其实过去我们看到纳粹的议题都是可能都是去如何去拯救犹太人的题材居多，嗯，你可能很少看到德国他们在二战期间，因为二战其实是有太多后代的剧本，他们去把它描写的各种不同的天马行空的，你可以说美国队长那个也是可以跟犹太二战有关系，你也可以看到很多比如说窃听风暴这种东西，他们去讲当年德军去窃听了很多他们的情治单位的事情，嗯，可是这个片它是从生育从优生学这个角度，因为确实那个时候有很多人讲到纳粹想要去改良他们的人种，让他们成为全世界最强的人种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故事从这个角度切入的时候啊，你会觉得很有趣，因为过去没有人讲过这样的故事，你更没有人去提过在这种制度下诞生出来的孩子，他们长大之后他们心理上面的压力会变成什么样，他们精神是否有创伤，他们是否会背负着当年德军对于那些优生或者是他们政治你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呢，这些人长大之后会变怎样呢，这个是过去作品没有看过的，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片很有趣的一个角度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导演也说这不是一个很典型的谍报片嘛，对不对？绝对不是，因为典型的谍报片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任务，然后任务之后你开始想办法去渗透这个情治单位等等等啊，那这片不是，这片讲的就是德国情治单位，那吸收他们成为特务，成为杀手。你能够想象这些人能够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吗？嗯，应该很难吧。嗯，可是我们今天《替身风暴》里面这个故事，他讲的其实就是一个，你没有讲话，你会觉得这根本就是一个中年妇女而已啊。你怎么可以想象他其实是一个曾经是做过情治单位的谍报员呢？你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在这个部分他做了很多冲突，是你过去不可能看过这种谍报片，哪有人会这样拍不会，所以他讲的是更多这个角色他自己内心上面那个挣扎的问题。在《替身风暴》里面是讲了很多我都常讲是道德的两难性，这个部分在这个片里面是诠释的蛮多，让人去体会到底二战德国做了什么事情。